小姐，我现在没空。你好像找错钱了，午餐肉罐头特价2.5元，你多收了5元。我看看。阿泰呀、啊、你又忘了把旧标签撕下来了。麻烦你把钱退给我。哎呀，我都算好了，退钱非常的麻烦，你就随便挑个5元的东西就好了。我要买的东西都买齐了。你没看到啊，现在那么多人在排队，我很忙哎。对不起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我走到他后面叫他的名字，他一回头，我蹦的一枪就打中他的脑袋，他的脑袋好像他妈的西瓜一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脑袋会像西瓜一样爆开来。我就比较喜欢用打的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干净利落。哎，狗哥，拜托你再多接两笔买卖好不好，赶快让我回去盖房子娶老婆吧。哼，你们放心好了，工作多得很。好啊，谢谢狗哥。哎，你老家什么人啊？只有老娘。我也是，想不想他？想他就应该好好干，老是窝在这里，小心发霉。哎，这破裤子丢掉算了。你不知道，旧的好穿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明天跟我到澳门去一趟。好。狗哥，电话借我一下。一天到晚打长途电话，一毛钱也没帮我赚过。狗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给我老娘了。关我屁事啊！你知不知道当初我是看你身手好，可怜你才收留你的，叫你去收账，你跑去帮人家修水龙头。他们孤儿寡母的，水龙头又在漏水。那我叫你去砍人，你把刀借给人家切西瓜。几十岁的人，我下不了手。那你他妈就不要告诉我你在金三角当过兵，还说你自己心狠手辣。操！你明天回去陪你老妈好了，免得浪费我的饭钱。其实我只是想做一笔大买卖，够了我就不做了。那1亿够不够啊？1亿？干嘛？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吧？我说的是1亿美金。哎，狗哥，1亿美金我做。你们不叫做镜子，人家要的是一流杀手。一流杀手我可以干啊。你们连三流杀手都不如，不入流，懒得跟你们说了，我洗澡去了。洗澡？我也是。狗哥，可不可以把这笔生意介绍给我做？狗哥，帮帮忙嘛！你真的那么想做？是。那你明天到总免中心门口去跪着，看你这副德行啊，那些走过的人一定会丢点零钱施舍你的。Are you okay?
把镜头推近一点。先生，这是私人地方，请马上离开。我是你们需要找的人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让我进去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如果再不走，我们就赶紧走了。喂，出去，老哥，这样，快点。各位大哥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哎，走了，还在干什么？走。你不要动手动脚嘛。不敢，你是不是不走？快！哎呦哎呦！住手！千万别出手！我就说你们这些人狗眼看人低，看人家穿的比较差，就说人家是大玄仔，他是大陆高手啊！你们知不知道？是不是想进去？是啊，有没有杀过人？我在金三角当过兵。行了，会不会有火箭炮？先生，什么先生啊？你认识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先生？我教书啊，还是我当医生？你知道我说什么？